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哦，受到封面跟冷空气的影响，玉山在三月的时候下雪了。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玉山气象站又成了一片雪白世界。早上7:10开始下冰珠，又下雪。目前积雪的深度已经有1公分了，降雪还在持续当中。主要是因为这个封面带来水汽，加上高山低温配合，所以飘下了三月雪。